回血他妈的不太够，操！还有就是那个雷和近战都不能远程扔，就得稍微近一点，就比较危险，操！不太好扔。守护者每次面对未知都能取得胜利，他们能胜任这项任务。镜像桅杆就在塔鲁斯飞船上的某个地方，要是你迅速出击，我们就可以在他抵达面纱之前解除他的威胁。进入卡鲁斯的堡垒，找到镜像桅杆，然后毁掉他。我靠，这不让终结。李大普。
干扰电路应该就能打开这扇门。这里也有奇怪的东西，汇聚在一起的强大光能能量。这儿有些不对劲。老大，一个超因果能量源，可能是镜像桅杆。暗影军团把走廊封锁得严严实实，就算我们能杀出一条血路，他们也有足够的时间来保护镜像桅杆。看起来像是条死路。等等，我改下路线。你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，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但你现在妈强压了，胡太太也不能横行霸道，真的很烦，秒不掉。现在是刮刮乐时代了，已经不是割草时代了，太遗憾了。这图虚空加伤，给虚空又加了下，不过复四也加了，我用那个的话哦也都行，但是碟子有毒呀，毒能触发那回雷碎片，刷雷碟子快一些，所以暗影军团肯定是有这个重力升降机在飞船上移动装备的后队的。机枪不行不行，机枪我试过了，
机枪有点小刮。真是不敢相信我的传感器，进行桅杆真的会是一件功能神器吗？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。进行桅杆的功能是什么？它怎么能影响面纱？见证者的计划又是什么？都是太鸡巴卡了。但可以等我们摧毁镜像桅杆，拯救了你的城市之后再说吧。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，奥斯里斯。你最后一个房间，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你要是能在底下乱跑那也行，但是实际上要在做到在底下瞎逛街有点难，所以就用碟子站上面打底下，有些太远了，酷骨打不到。靠这个铲中弹的话，不能做到放开用。枯萎加芝麻也行，讲道理绿弹应该不会缺。终结技，哎，那套迟早要记，我靠，我操，棒击，手指都搬了，我感觉迟早得给他干没了。无限绿弹太牛逼了，我操，你好。不是，他能做到无限造绿弹，根本就不合理，肯定得无。我觉得这要是能一直活下来，那属于是当机脑子进水了。哦，逮捕失败，我擦。强推也不能这样强推，肯定不合理，肯定得没，我擦。Wow.
极不稳定的能量，又来。又来？这种事的发生频率很高吗？太高了。怎么一下过来的？暂时呢太吓人了，我也试了一下他那个建设那个伤害，我操，高的离谱。收割者之前不是说有 bug 吗？那这样看来应该是改好了吧。折磨者在上面。哎呀，我擦，卡时间没卡到。攻击性，真肉呀，这个怪。棺材，什么叫捏棺材？他第一次出现不是出现了，然后你稍微打一下，他就会润嘛，或者你让他把你搞一下，他也润。奇怪，我以为我们越走越深，就会再看到老卡鲁斯，但这……见证者到底让他改变了多少啊？
来到最后的房间了。我靠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。开始折磨了。没猜错的话，这个重力升降机可以直达镜像桅杆，不会倒的。到目前为止，你已经克服了所有的障碍，守护者，我要呱呱乐时间。看看这地方，所有这些暗影军团士兵，居然有一整支军队。这支军队已准备好向内欧姆纳进发。卡洛斯不会留下一砖一瓦、一家一户。事情不太对劲，大门刚刚为我们敞开了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保持警惕。那纪念碑肯定就是镜像桅杆，错不了，就是它在发出光能能量。老布，你终于来了，守护最终的力量试炼。可惜，卡鲁斯啰嗦，这是你的大好机会，毁掉镜像桅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都是别搞，血压上来。哎，盾哥，哎不是，喷火兵过来搞我呀！结果卡个进度，卡完就退。
哎呦我操，刮麻了，太刮了。他又刷了，哦，年六主线这对怪有点小严重呀，操，骑那个云端行车死的有点快了，操，有点让我措手不及。刮累了。说怎么没刷怪呢？啊，刷狗了，刷了盾。
这些回杆防范太好，我们没法伤他分毫。但也许我们可以过在那些能量管道。大师主线太烦了吧。你看这怪，哎呦天哪，你干个啥都刷怪。真光晕。难顶。哦，清完了，赶紧下，赶紧下，不然一会儿又刷了。黑球上来了，天哪，太折磨了，怪呢。
又一个暗影异常，他是从哪儿来的？现在不行，现在你会看到真正的力。不能接受我之前慷慨的提议，这股力量还有可以是你的。你无法逃脱湮灭的命运，拥抱你的终末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等一下，我收到了讯息，就是一组坐标，在这个竞技场里的，这就是你的力量吗？这就是旅行者选中的守护者的全部本事吗？太折磨了，还是黄金，对的，单人肯定杀不了，他这个设计的问题，哎呦，他是要白金得杀两个试了一次，杀两个，然后有一次是白金，但是根本就不现实呀，
都是开车要润了，让你杀两个，太逆天了，就不说。